你敢相信吗？不用一丁一卯搭建出来的木桥，竟然能够历经数百年而不倒。即使没有桥墩，摩擦力也能保证横梁结构不受破坏。这就是泰顺造桥最牛的地方。在中国桥梁史上，泰顺廊桥的地位很高，因为这种桥不用钉卯，只需用梁木别压穿插就可搭建而成。现在泰顺境内保存完好的唐、宋、明、清代的木拱廊桥达30余座，其数量之多、工艺之巧、造型之美以及与周边环境之和谐，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